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顺，今天我又再来抽角色啦，有最终幻想第九代的人物可以抽，好期待哦，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打算用召唤券来抽一个实抽先，加油吧。看来召唤券不能做出十亿连抽的召唤，不要紧，我就一位一位的召唤吧。终于有黄金色的出现了，好，来给我一个最终幻想第九代的角色，拜托啦。剑斗士有五颗星的技能，还行。终于有个最终幻想第九代的角色了，虽然只有三颗星，不过还蛮不错。再来多几个最终幻想第九代的角色，谢谢。魔法剑士，我已经有一个四星的了。好，来，金色的，来点好料。这四星的还不错哦。
抽到拉尼耶，还不错哦。加拉夫应该还不错。看来十抽的限定召唤没什么运气啊。那就来一个五抽稀有召唤。这一个非常不错哦，虽然只有三颗星，把它给练高的说不定是很强力的角色哦。暗影四颗星，技能还好。好幸运哦，得到这个角色还蛮不错一下的。小这一个角色还蛮不错哦，他的技能。这一次的十五抽运气还行。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
拜拜。